讲，各位观众朋友午安，假爸呗，我是吴安琪，欢迎收看5月17号的有话进来讲。我们在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点半到1点半都会在我们的 YouTube 官方频道上面线上开讲，欢迎线上朋友呢在我们的官方频道上面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那么呢，赶快来介绍这个小时会跟我们一起加入录影的这个来宾。首先从我最右边开始介绍，是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的行政总厨陈永华，陈总厨。哎，你好，你好。接着我们要介绍福尔摩沙游艇酒店的餐饮部总监杨福强。主持人好，委员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再来我们要介绍民进党立法委员林俊宪。大家好。再来我们要介绍民进党立法委员林怡景。大家好。好，这个大家今天看到这样的阵仗吼。我们呢是有话进来讲，第一次挑战出外景直播，这个绝对不是这个摄影棚的这个虚拟景哈，大家不要误会了。为什么我们今天要挑战这个外景的直播呢？就是因为520要到了啦哈，大家呢都知道520当天呢，除了总统就职之外呢，晚上会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国宴，而且特别移师到了台南，所以我们今天现在就在府城来这边呢，要帮大家先开箱国宴小吃。来，吴院，嗨，有没有吃过？当然没吃过，所以今天特地来就是要来好好的先偷吃，先大快果饮。哎、欸，俊正哥接到这样的通告，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很棒？你不要看我马上就答应。你国宴之前。未睹先知，对，南京话就在现场哦。嗯，南京话等于福尔摩沙酒店国宴举办的现场。嗯，感谢大师，其实更感谢你，谢谢，谢谢，真的真的。哎、欸，国宴菜单了、啊，国宴菜单，金鲜美啊，今天全部都吃到了，全部都会吃，哇，真好真好。肚子饿的人千万不要看这一集，没有啦，肚子饿才要看哈，因为这个饭店有预告了，520国宴之后呢，他们就也会把这个 set。当成一个留下来，对，让很多民众来品尝一下所谓的国宴小吃是什么。那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总厨帮我们讲一下，这一次在整个国宴菜色里面，好像是有具备了台湾包含整个22县市的在地食材，对不对？是是，嗯，哎，这次我们接到讯息的时候，我们真的很荣幸啊，也。透过开始的时候开立台湾美食的菜单，也是整个台湾各地的食材跟小吃美食，后来呢又经过文化总会找到美食家米其林星级的那个师傅跟我们一起变成了一个团队。听说你们叫黄金组合，哎，对，黄金组合，那全台湾容易吹了。组合以后呢？黄金老狼。哎，组合以后呢，就你等你啦。开你。总主，你讲话就慢咯。我来听，我来吃。好，好。阮俊那个今天无荷包啊，系啊，就是要予线上的朋友做形象。不过连摆盘都很漂亮。对。这有特写喎，要这应该特写一下。有，我们绝对有，我们会服务让这个荧幕前面的线上朋友看了流口水。阿德吉，你恭喜在东在地食材。对，像我们这个第一道菜呢，叫做永续起航，对不对？它是由当季蔬菜拼盘，加上族群五味酱。嗯，是。那屋内档开动哦。可以啊。好，开动。来来来来。这芦笋我都爱讲芦笋。对，有绿的，有白的。哦，绿芦笋哦。哎。绿竹笋跟白竹笋。对对对。节瓜也有绿的，也有黄的。我最喜欢番茄。哈哈。对对。节瓜呢？就稍微要烤一下啊。黄节瓜。很厉害，黄节瓜。这次的食材来自这个全省22个县市。嗯。所以这第一道这边有没有牛番茄、白芦笋、绿芦笋，还有这个桂竹笋、黄节瓜、绿节瓜。哎，清凉好吃。真的。还有寒春的雨来菇。你在弄什么？哎。对。你剩两盘。对对，前菜，前菜，前菜，但是做这人用全部都用蔬菜，对，嗯，一个百合，
菜，那也搭配这个台湾的这种各地的五种酱汁，五大族群的酱汁。台湾有不怪哦，我感觉好食，这酱汁。对，所以利用其他不敢来酱，那不同的酱汁真的有不同的味道。甚至还有包含那个阿美族的那个peanut 那个辣椒水，也搭配在这里。哪里来的？对。那还有新住民的那个沙爹酱。你看，想到这玩具，对啊，还叫上酒呀？是我们团队啊，团队组的。那他取名叫永续启航，也蛮特别的。因为这个台湾料理都是最早期的啊，都是源自于这个很多外来的文化。那这一次我们又把这个新住民为什么加进来？那新住民现在在我们这个台湾也是占很重要的一个族群，所以我们是就五个族群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哇，厨师真的很设想之周吧，对，圆满，对，在族群融合的基础上永续起航，对，哇，这要拎得有心嘛，对呀，一进屋你看吃东西还要说故事哦，那当然，这情况这真正当家人，不是我看，破了干嘛好吃啊？慢慢过年，都是台湾的蔬菜啊，因为台湾宝岛四季如春，所以说这个所有的蔬菜。在台湾里面都是非常的清甜、清爽，非常的新鲜。我讲真的，台湾的农民很厉害，对不对？你看，咱这个土地种啥就是啥，水果啦、蔬菜啦，是啊，米啦。我在台湾实在是不得，就越在地越国际啦。真的世界有名啊！我在日本的时候也吃到很多台湾水果。台湾好的水果直接。外销到日本，台湾人在外交报道。你若出去做台湾人哦，你就像爱得生命的乐透。生命的乐透，你敢能出去做台湾人？你若是讲台湾人，你敢住台南哦？你就是得头奖。哈哈哈哈哈！真哦，讲话呢，比我这个主持人还会讲话。对啊，你不就算穿台南不算，你要真真赞呢，真的。安尼对哦，安尼真赞。这阮这拢正台南囡囡仔呢，这拢台南出世大呢。而且你们两个很厉害。对啊。我拿贡，我拿吃，吃了了。你遐很瘦肉，你吃，你遐其他吃无？吃够，吃够就好。没啦，今仔袂使五包啦。哈哈哈。够咧吃袂起咩啦？吃好吃。咱家己来，家己来。对。大家分享一下，很认真的在吃播。非常的在看，我起来爱好彩虹对看，看你这两天。哎呦，你彩安娜在哪？哎，度假又不了的又变变哎，所以那家你没有弄坏，你没有来看，对。没啦，啊这没有放前面，是啊的啊，够啊够啊爽哎。前面那个可以慢慢吃，啊等一下再上第三道。当然是上边的在地扎根呐，在地扎根，在地扎根，五大族群的代表，对，客家的这个爱板，就是超阿贵，超阿贵，啊，再来就是这个是超阿贵，闽南的醉鸡，醉鸡，然后这个万里的地瓜金桔，万里金桔卷，广东的故乡，是，万里酒庄的，啊，这老城店，经典的啦，对呀。啊，金山也是地瓜含籍。哦，是。啊，这在这个呢？这个中间这个，啊，这我说这个是什么？是阿拜，哦，阿拜。原住民的，原住民的，哦，那再加上新住民，哦，新住民的这个虾子。哦，新住民的口味。来，俊贤哥，你想要从哪一个先消灭？我记起来那个老兄弟，你要哦，呵，老总统因够用。这段要帮你剪掉吗？我懂。都可以，丢罐子。哎呦，所以这是五大族群的那个元素都在里面，地瓜嘛，对不对？地瓜、荆棘、荆棘、对，荆棘、万里、金山的地瓜，对，跟荆棘，荆棘，这两个配起来有搭配吗？所以有生生，你滴滴，你吃一下就知道。这无该吃，你拢好吃。好，我被气晕了，台湾的醉鸡。来，我们来看一下易经委员要从哪个先消灭醉鸡？醉鸡哦，土鸡腿做的，因为这有酒啦。哎呀。
你蛋就不会。你叫他干，我做咩？可以搭配这个那个红茶，红玉红茶。有啦，国宴当天也会有国宴酒。红玉红茶来，红玉红茶。这就出名了，转到他前面。红玉红茶是南投的吗？南投对，南投的红玉红茶。来，感谢感谢安琪的邀请啊，主持人邀请，好不好？我这个机会。非常好的通告。那我先。那我们还有口福。嗯，真的认识。你是越南的？哎，红玉红茶，那很有名啊，台湾有名。你我台湾安德的小出名啊，这做好久。早期我们的红茶。咱两个好，咱两个是迄天一千个来宾，为能先偷食到这个。你安尼可能迄个选民服务会较好哩。得意的表情不可以露出。谢谢谢谢。哦，这是潮州，嘿，潮州卤水，而且才个三名，这么好前名嘞。对，这个叫做这个南国酱卤。哦，台湾卤味加潮州的卤水。大师盖小姐，进来介绍。这什么？那个有豆腐，有杏鲍菇，有花生，但是有。台湾卤味有卤的一些特色的，跟他卤菜头，卤菜头没错，卤萝卜，萝卜像萝卜酱头酱，哎，卤味是不是？卤味，卤味，嗯，想想，你先拿过来嘛，没关系我，卤味吃忘了，卤味一定要讲，一定要去接豆干啦，嗯，卤料豆，对，豆干，正经的，豆干用地无同款的，无同，很入味，卤的好不好吃，吃豆干就知道了。因为我们这个陈总厨是这个香港师傅，嗯，对，还在闽南这一区，听口音就知道，就是这个潮州卤水，三十，你也会讲广东话，你敢要讲闽南吧？哈哈哈哈哈，闽南，对啊，三十六年了，我来台湾，我讲台语，你三十六年，那你台湾人了啦，台湾人，台北卡约，我筹备开的。我1991年代表中华民国飞那个荷兰，嗯，做中华美食，哦，去了10天，厉害。那因为华航飞阿姆，使得他开通航线，去凯悦找一个师傅过去帮忙。那时候你就，哎，对对对对。变成厨艺的就好，哇！娶个台湾老婆，哇！原来就是安尼啦，就这就是我们台湾女人的优点，就有办法把外地的男人留下来。台湾的文化就是融合，族群融合，族群，好像叫海洋文化，对对，哦，什么样的？你看多才多姿嘛。所以我们总厨就在地扎根的啦，刚刚第二道菜的。菜名对不对？我们应该是要面向世界。啊，所以这是潮州卤味，再搭上台湾卤味。台湾卤味就是夜市最多，台湾卤味，所以花生啊、豆腐啊，那刚好这个潮州卤水，花生豆腐也是它的元素。花生跟豆腐。你去吃那个土豆吗？有啊，好吃，超好吃。我婚姻人，我最爱吃土豆的。对啊，婚姻的土豆，爱用卤的呢，好吃。很入味啊，撸起来入味哈。那我们这个刚刚讲到那个爱板，那个我们也是因为台湾的爱板，在国宴上面我们会把它精致化，所有的料理我们都会把它精致化。好，那让全世界来的这个贵宾，在国宴当天也可以享受到台湾的美食，然后在国际上面。国宴哦，足侪拢是来自世界各国的朋友，对，几乎都是外宾。嗯，外宾应该占一半以上。用咱的台湾料理，是我感觉。没有，很好笑。我们记者会第二天啊，我加拿大、新加坡、美国的朋友，都打电话给我，他说新闻看到你了，哇，真的很特别。但我想要请问，听说这个万里地瓜卷、金棘卷，好像是赖总统钦点的，对对对。
真的啊，伊煮面要食。他非常怀念这个这道料理。所以细汉食到大汉的。你想做高跟仔就食到即马。他只要有那个宾客去到万里，他一定会介绍这道菜。所以你们特地去万里把它学回来的。这道菜是师傅他会直接过来这边料理。万里，你给人家万里的厨师运来台南哦。对对对。他指定的。他指定的。对对对对对对。那童师傅到台南来，我也是。对，我们整套菜只有那个地方。是同事，哦，丽晶姐，你有没有觉得地瓜配荆棘，原来真的好好吃吗？就是有，你后知后觉，我早加料，含足完底就甜啊，对啊，啊，然后佮加荆棘，有酸酸甜酸甜，好好吃哦。今晚喝这样，赞。嗯嗯，经常。它里面有什么白白的？有芋头是？里面有芋头吗？有芋头，就偶尔含棘。哦，你还帅呢。嗯，我用看的啦。我挖痕迹。你怎么想要买这个？酸辣虾啦。你老婆爱吃弄好玩。那个虾，虾是那个新著名生态养。这些话我先泰国那。哎，对对对。泰国你看，你看。新著名。泰国酸辣酱的虾子，那就就。哦。光是用发想要怎么做哦、啊？我看，而且听说他们是不可能的任务哦、喔。那个来来去去哦、喔，我们这个团队在进行这个过程里面，当然这个会将所有的意见还有所有的想法哦，在做料理的过程里面，还要去做它的可行性，毕竟是1000个客人，而且每个客人都是像这样子一份一份上的，而且这一次。国宴特别跟以往不一样的，当然是到我们台南这个地方。第二个是将所有的宾客从台北拉来这边，那天高铁都客满。谢谢。那一次感谢。谢谢。你以后讲过让很多来宾知道说，台湾不是只有台北啊。台南是也起家厝啊。对对对。对呀。对，今年又是400年。对他来说特别有感情呐。我觉得大家来看我台湾文化起源的。安平确实是台湾的一个起始的地方。是啊。最嘛希望迄间的外宾来到台南吼，还是其他的即个外观区来到台南，爱加大两间。哦。这边刚好有饭店可以住在这里，不要订。蒋公一刚应该够满吼。对。那天够。啊，所以就那天的，其实那天很多宾客应该就是住在这里了。很多那个外宾都有留宿的部分。所以你们后心脚就住短短家。哇，为了哎，我这里那么脏啊。哎，我这里客人，我们有把这个两天都把它客那所有都锁起来。真好，哎呀，哎，刚才你来倒下去。要把事情做好，为着国宴，我来做配合。对，真讲。我们等一下再来好好介绍这个饭店，说是这个赖总统在当台南市长的时候，新建起来的 BOT 饭店。对，创造了台南很多在地的经济跟就业，对不对？对，这是，这所在我能见证，而且是我的双。这所在看到是那个杂草杂嘛，乌白色嘛，反正你看起来。在海边很漂亮的地方呢，那乱长一堆奇奇怪怪的。啊，这一届，刚刚听讲是赖市长经过啊，想讲啊，怎么那个田那是生那个物件？就是讲发挥在那。人也不能靠近，因为他们杂草丛生的啊，啊，不然伊就去查，那国有财产局，他就结合国有财产局。要不这个地，咱来合作了，市政府跟你合作。好了，大家尽力了，然后就招商。然后就从原来一片你想很丑、很破、很奇怪的哦，都荒废的地，变成这样，游艇酒店床，厉害。我们谢董事长当初在这个计划这个跟做这个那个活动的活化土地啊，他把这个案子送出去以后，也那个从起造开始，就是用当地的这个建商、当地的这个。材料当地的这个物资在做这些事情，那现在开了以后，当然就是造就
台南当地的就业机会，对，在地的食材。不过哦，生意就好呢。无啊，就开始话惨的，话疫情啦。啊，对，开幕刚好碰到疫情。他在建造还没有开幕就碰到疫情。对对，可是谢老板其实很厉害，就勇敢走下去。真的是台湾人的那种韧性。他是一步一步啦。嗯。宴会厅先开。嗯。宴会厅开了，饭店还在装。嗯。恭喜你，还在全世界疫情封锁起来。啊，你再盖一间饭店盖一半，那你要不要继续盖？嗯，继续啊。不知道疫情会封锁多久？对对，那还是要继续啊。疫情的时间，饭店还没开幕。嗯嗯。饭店还没开幕，只有宴会厅开。嗯。那饭店疫情后，就是一年多的时候，就慢慢，从宴会为开封。啊，五个人一桌有隔板，然后慢慢坐到饭店开幕，以后生意就慢慢有。讲到隔板，就突然觉得有点怀念哦。那时候吃饭都要隔板，哎呀，因为我是来这边筹备的，从开始每一桌都有。不好意思啊，因为太香了，你还没介绍，我就先来介绍。对啊，我们的汤来，总厨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是第五道客运后程，客运后程。竹笋菜包鸡汤啊，哇，鸡汤我想爱加。我们选，对，我嘛就爱鸡汤。嗯，台湾很有名的老菜谱，嗯，二十年老菜谱。我想讲这个比较宽广，哇，你那是福菜，福菜，那个福菜呢是苗栗客家一个福菜。那个我们土鸡腿肉切丁以后，调味。加那个马蹄，这个啦啊，对，然后把那个鸡肉马蹄做成馅，来用福袋包起来，变成了一个福袋。福袋，对对对，变成了一个福袋。对啊，它的福袋就是这样子，福袋一个袋子，还绑起来的一个福袋，给那个观众朋友看一下哦，看起来我刚抽了，我感觉他已经把它分尸了，我还完整存在。然后里面配台湾有名的动物香菇，里面是台湾有名的，连香菇都是特挑的，动物香菇，就是那个香菇，快点，还有关庙的脆笋，关庙的脆笋，南关庙的笋啊。所以这样配，台南关庙有产竹笋。你话香菇这大面啊，那么大的香菇，对啦，喝起来那个汤哦，很浓郁。关庙不是只有凤梨哦，还有竹笋，新化也有竹笋。其实只要台南的山区去竹笋，山坡区都有竹笋，对，而且都非常好吃。鸡汤哦，就是要喝它的汤，浓郁啊，对，就搭上我们那个。粤菜大师陈总厨的煲汤，哈，更加的香港，哇，香港煲汤，煲汤，里面的料是很多料去熬八小时才取，就被他们弄成这样，哇，你熬八小时，委员八分钟就吃完了，再来灌汤，需要八分钟，两分钟，再去那起那个八小时的汤以后，再去灌到那个。中里面加那个料，还是要炖三小时。哇，那个都很费时的，费工，粒粒皆辛苦。你说了一家的，锦州讲，所以你的汤很浓郁，但是你看到那汤是很清澈，很清澈。最重要是那个竹菜的味道，对，哦，对不对？对，好像香味。它不用调什么味道，老菜本跟竹菜。炖出来的味道都，本身它就有其实有一定的咸味，对不对？对对对。它会调。它用食材去调味。台南的成功瓦盘盐。哦。对，叫你调一点点。对对对。成功菜，香港的上啊包包。哎呀，对啊对啊。老师，那每道菜都有故事了。对，真的哇，不是纯吃东西，所以叫做客运成后这道菜。拍到心情，对啊，整个福袋拿起来，吃到里面啊。难得上节目，边跟人玩鸡吼。而且吼，越来越期待，赶快下一个。过来。
我们空很久的肚子。我无想到，我应该一早啊中昼拢卖食。有。别记啊。哦，这个好吃，这个好吃。那个汤可以慢慢喝。好。我们继续再上。好。那些事的难度就是。不要哎。用完餐时间内要把这些宾客如期完成时间，让他安全的打包给。哦，谢谢谢谢。来，我把它拿起来，好，谢谢。哎呦，真的，而且。连桌上的哦，有这个所谓的南投的红茶，对，哇，还会有准备乌龙茶，对不对？对，我们有一个哪里的乌龙茶？冷萃台东的。台东的乌龙茶，对，嗯，啊，一瓶750，要加3000块。哦，那台湾有名的啦，嗯，自己做这个冷链技术，冷萃茶的技术也算是这个非常的精美，哦，到位。是好，厨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啊。总监，对，赤松黄鳍鲷，就是生态养殖的那个生态鱼，原味纯粹。黄鳍鲷就是以前我们市场常常有一些家庭主妇在买的帕桃啊，哦，帕桃啊，帕桃啊，哎，帕桃啊。那这个是这个现在在嘉义这个科技在养殖这个鱼，当然也是生态，嗯，它上面在养鱼。那它排放出来的一些，就是下面在养白虾，那就是一个生态。哦，对，是是是，对对对对对。是不是在嘉义？对，嘉义。嘉义。嗯。鲷鱼，我们就来鲷鱼。对。它搭配的是原住民的元素。酱汁鸡。哦，原住民。哎，赤松酱。赤松酱。赤松酱的鸡。阿里山原住民的酱汁，对。很多你也可以吹出来，厉害厉害。来，你帮我们试一下，看这酱是什么味。连那个蔬菜都用山蔬。那好，我要先吃蔬菜。你要会形容哦。对。那山蔬蕨菜啊，在原住民他们在以前只有在深山里面，嗯，去摘。那现在这个很多家里在种的山蔬。我讲不出来。你讲不出来。哎，很特殊。我看义警委员，我看。很特殊哎。你有吃到忘我，不要讲啊。我个真正是有够好食，可是足特殊诶，就是我咱一般顶诶，咱你较罕诶，咱一般餐厅咱食无这煮。这个赤松酱我是真的第一次吃过，真的真的。对，难怪你无得形容。哎呀啦！台湾很多人对这个新住民文化，也原住民文化，还有一些比较陌生，不是很了解啊。看起来很像芥末酱诶。颜色啦，外观吃起来不完全不像，完全不是，蛮浓郁的啦，嗯，对，蛮香的，你仔细一闻它的香味，对。那这个配菜也可以吃，对不对？对，那蟾蜍，蟾蜍嘛，对对对，在这个国外，你们要不要连去拎花嘛，姐？不会不会，没有食用花，这是南投燕亭生态农园那边种植的，嗯，连花也可以吃，对，食用花，对对对，这是啥？乌龙茶，乌龙茶，台东的乌龙茶，对，冷萃茶，对，这是这边餐厅的。哎，阿姨脸干到人家水了，对，你说这样，对啊，冻款这种酒哦，哎，我想起红酒嘞，它这瓶的那个特色就是它的时间，随着它时间哦，会去不一样的变化，那它的会有产生像红酒一样的水果香。真的，哎，我也可以。那这样子应该是要我们刚刚一开始本来说不要，不能喝酒，因为喝酒还要上警语。对啊。然后他拿那瓶出来，我就说就跟你讲不能喝酒，结果他说不是，那个是乌龙茶。来来来，安琪。闻一下它的香气。来，谢谢主持，谢谢主厨，谢谢杨总监。而且我们三个在吃，然后让总监跟总厨看我们吃。听到果香、花香。哎呦呦呦，真的，哦，那个果香好浓郁哦。嗯。不一样啊！它有台湾有这样的好多种味道乌龙茶，对，哎，没有喝过这样的乌龙茶，好多种味道，对，它每一个时间你再喝，它味道会不一样，跟红酒一样，它有渐层的。就是有一种形容叫做什么？嘴唇碰到的时候是一种味道，到舌头又是一种味道，可以喊满地满地聊，又是一种味道，放着等一下喝又不一样，放着再喝味道又不一样，哇，真的，对。所以呢，赤松酱的味道又不一样。太对不起他，我唔帮你买那边，哎呀，对呀，很特别，你买冻脆蜜柚啊呢？这网上我是鼓励买啦，这个上面，台东的上面，台东冷萃乌龙，云城哎，云好哎，没关系，因为是国宴，所以我们可以云邦冷萃茶。
冷萃茶，允芳冷萃茶。它真的有果香。有啊、哦，而且花香、欸、真的冰冰凉凉的，这个地方哎，对，还有花香，它是全程冷链供应哦，要冷链供哇，这么讲究，正的时候哇，从台东冷链，不是来这边在冰哦哟，不是哦，从那边就，它是坐着冰箱来的哇，哇就搞干哦，生产过程就是哦，它都是冷链的过程。哦，是冷泡茶。对对对。哦，看来的环境冷，保持这个温度，一直到我们的桌子上面，让客人就是享受它的原汁原味，最道地的冷泡茶。所以我们在找这个各方面的食材，都网罗到这个全台各地。他有旁边，对，跟着那个汤先生，然后呢，他的朋友先来吃，啊，一组先来，哎，先来叫秘密探讨，五郎高价对吧？哇，对，听到风声，那这边开始在补杯啊，没有想到第一啦。我是你问讲，这个国宴到，咱偌先生到先来讨价看。哦，一定有诶啊，主人，你要请人，一定爱先家己。这是经过他审核的，公费咯。你要吃到吗？你做主人家。对啊，对啊。我们都一路回报，保持这个小组的会议都一直在进行。好，接着这道菜叫做老菜迷心春梅排骨，对不对？嗯。对。嗯。然后那个菜呢，是以前的做法，就是老菜了。但是，然后我们创新。就是用不一样的啊，传统的菜有创新，而且我们用那个脆梅跟芒果，脆梅跟芒果，哎，两种，哎呀，芒果是腌的那个，人家叫情人果那种，酸酸甜甜的，山药车，山药车哦，对，山药做的那个，山药车，然后我们的重点了、啊。那个猪是台湾有名的香草猪。哎呦，连第一把都定了。香草猪。对。香草魂里面啊。对哦。他是听音乐长大的猪。魂里面养猪大县啊，养起来贝多芬啊。是的。听着音乐长大的猪。哎，他搞起，他跟他那个小朋克。哇。香草猪哇，所以芒果也是台南的特产，当然，是是脆梅也是南西的脆梅，哎呀，来行的。不是，你这个菜就是老菜，也很普通嘛，把传统的啊，但你用新的做，就是啊，对，人家老菜就是红烧排骨啊，所以叫老菜迷新哦，哎，新的做法，酒家菜啊，哦，酒家菜那个。从哪一个酒家？哎，对，师傅，对，他们当时当然是那个时候酒家菜都算非常高档的。王大喜呢？上过菜，蔬菜拢伫迄个酒家里面了解。哎、欸，伊讲酒家菜，啊，你个酒家反正酒家听起来的江湖味就很浓。酒家阿伯，台户的叫酒家菜，啊，即卖是一等一，啊，即卖叫做 club。club。所以台湾的文化就是经过不同的世代啊，一直在早期这个四百年前也是像早期东南亚、新加坡这样子，每一个人的语言，日语、国语、英语啊、荷兰语、法语，都是在这个地方。哎，这个春梅排骨好好吃哦！哎，你这酱汁对，很有台南风味，稍微甜甜的，甘甜，酸甜酸甜，梅子酸，梅啊，梅酸，生丁啊。然后好像，南部的人煮料理会喜欢加一点糖，对。台南的鳝鱼意面就是甜的，对对。微甜啊，微甜。啊，今麦讲袂当全糖啊。对，那阿公是说哦，台南人的物件现在较甜，因为台南人。相对较好食，好食人就是爱南糖，偏是我好食。真的哦，真的。听讲是这种江湖传说。多大糖就贵啦。系啊。阮家就是好食人，即做的菜伊话甜甜有南糖，
可以说另外一套故事。那恭喜杨队长啊！对，好几种说法啊。他那个排骨要卤多久啊？哦，很久。真的好吃。那个卤一个半小时。哇，一样八小时。没有一个半。哦，一个半小时。它是这样子的，那慢火卤一个半。这种汤。然后关火，再泡一个半。不是，要用原汁来泡哦。嗯。它才会入口即化。进来的。哎。嗯。它又不会溶掉，然后你又圆一整块一样。哎，你每样菜都要弄。我真的喝光了，真的。那所以呢？哦，你看怡婷委员，来镜头看一下，现场朋友看一下。你是囡仔，你来了，我讲讲。哦，伊就连挂都被吞落去啊！我最爱啉汤啊，而且加汤加好啉着，碳烧啉好搭。真的。啊。我先来，好，没事，等一下吃，先吃那个。国家饮食哦，有的不吃猪肉，所以说我们当天又研发了11种的菜单哦，他有的不吃，然后先调查对饮食禁忌啊，谢谢哦，对是，那我想知道你们当时在挑菜的时候会不会有？那那天不吃猪肉怎么办？我们都有观众吗？各种店嘛，已经有登记了，每个来宾还有清真的，会有春梅牛肉吗？没有，羊排羊就比较春梅羊排，没有人忌羊的，对，春梅羊排。还有不吃甲壳的，那我们要去把它做各种不同的变化。没有他特别饮食，他那个酱都不要的。嗯，有些酱油也不要。哦，都不要。有些盐也不要。所以呢？没有，给买。我老弟常备，我买。这种。没有要。因为五位的其实他还久，还间隔还搭配。针对每一个人的饮食，我们特别帮他做。对，我有听过我一个同事说他不吃在地上走的，我说他不吃在地上走的很多哎。对啊，他刚才吃鸟啊，他吃鱼啊。对啊，你像咱未来总统府的秘书长明安啦，他一不吃两只脚，两只脚啦，两只脚不吃。鸡鸭鹅那种都是两只脚哦，他就吃猪4只脚，吃之前还要先研究他有几只脚。牛有4只脚，他不吃牛，因为他引到这些，所以以当家的肉类很局限。对对。总厨，你今天遇到我们三个刚刚好，我们三个是吃货的，没有任何受限。我们都吃，每一家都吃，全家都吃。因为这是一种荣誉啦，啊，这也是台湾软实力的展现。那真的，台湾就靠美食享誉国际，真的。我去到哪一国，遇到他们那个国家的朋友，只要说台湾，他们就会觉得东西好吃。对，而且府城大家都会想到小吃，对。你这个地方一定要配的那个对啊，马鞍车，对不对？当然是啊，哦，真的喜欢什么？对，我更喜欢酸菜嘞，黄州腔，误会他了，酸鸭车，酸鸭车，对，带骨口，带南口，车，哦，你这个是青芒果了，对啊，青芒，那酸鸭车啊，不是青哦，不是干青，青是带骨口，他做何家？做何家？真的解腻哎！对，解腻真的是解腻，好特别哦。原来，这个研发啊，我们这次除了这个研发的过程啊，那个当然是花了很多心思。那我们在国宴当天，我们还会请了几个那个台湾的大厨一起把这个事情做好。我们会找东方文华的啊，就是周老师傅，还有这个汉来素食。当天来帮我们特别做这个素食的料理，我猜啦，国宴国家队啊，哇！还有陈燕妮曾经的那个汉来素食，今晚下面有国家队，还有台南的精英，今天酒店都是行政主厨，台南精英的这个潘景亮潘师傅，然后也会加入这个当天，还有这个高雄海宝陈少宇陈师傅，哇！今天都弄你叫来啊。
高山大，哎呦，陈家伯，办过国宴的，哎呦，哇，那敢无伫台南的人要食啥？无哩，拢唔知，哎，你讲你已经饭店办这个哦，大师拢伫台南，对啊，国家队拢请来啊，团队就那个国家级的这个全国技能竞赛，无疑的那个执行长，哦，那个林佳慧老师也来帮我们做这个事情，所以说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做成这个。全国全面性的，不是说我们自己在，不是在自己在国家队，嗯，够厉害，国宴国家队，谢谢你们，谢谢。哇，这台湾的民主，嗯，哎，对啊，很好，国家的喜宴啊，开玩笑，嗯，来，我们都有时候，我相信很多线上朋友也是这样。出国一阵子之后，回到台湾都好想吃台湾的东西哦、喔。不要说什么，我去台北念书，那一放假回来台南，第一件代志是先去找沈丽茶，对吧？也对啊，嗯，就列先去吃你爱吃的，我跟你讲，碗粿鱼羹，哦，哎，碗粿鱼羹台南的，你怎么拢没吃？对，我先讲弄做歹吃。不要还有 Amber 的那个郭师傅，哦，我们这中间在讨论，激发很多不同的创意跟。难怪让想出这么多东西来。嗯，集众人之智慧。所以这是我们是国家队，对，一个研发团队，和所有大师之手艺，才有这么璀璨。希望这次把那个国宴的，对，这个好好喝，更国际化，越在地越国际，听起来。当时在挑选菜的时候，我想应该有很多遗珠之憾哦。当然。那现在你可能想要捧100道料理出来。对，我们整个菜都满满的。碍于时间呐、啊，时间哦，当然这个遗珠之憾未来也会慢慢。弄起来啊，尤其恁的，尤其的软体部分服务，不论看咱那款道场啊、水菜，专业训练对。哎，一定要大成功，啊，无等下人就讲，那人讲中东，叫你莫去台南，你就硬要去。你不要一直讲出那个国安的小秘密啦，对啊，你讲国安爆料。对，台南是一个这个非常那个很多文化内涵的一个好城市，对，可以慢慢让国际知道台南的美，好。那委员，你们平常在你讲一行，你有常爱食台南什么物件？我注意到做过了，我因为台南的那个点心啦，古迹拢伫我的选区啦，拢伫我上。啊，差不多吼，大细间吼，因为阮这拢经过选举嘛。嗯。我无你食便当的，我拢一边去食一间，我就逐间去食，是那个头家食啥？嗯。啊，这好。经过几遍，哦，食过六百斤啊！我就在南来啊，这边来，这个是黑鸭血，黑鸭血，黑林帮最期待的。黑鸭血那边门口生啊水，我已经够当爹啊咧啦！对，哇，够做翻诶！不过伊这跟他欠一项，有变作和平套餐啊，欠珍珠奶茶，对哦。这嘛是讲嘛是赖总统钦点的，那是总统套餐啦、啊。我讲，谢谢。在你们搞人力会赞助了。谢谢。谢谢。那意思，把那个总统名啊。哇。那个是。无，伊这嘛是一个 set 啊。真的。哦。一个总，哎，我们请习近平。对。那时候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问说，哎，如果习近平来台湾，最想请他吃什么？他那时候就说，虾仁饭。全糖珍珠奶茶。这，哇，迫不及待。我报道嘞，我足感动的嘞。所以嘞，遐成功规日教你安怎做。三顾茅庐啦。第一次打电话去的时候，他说全台湾那么全台南那么多美食哈，那可以介绍别的了哈。
那当然客气了，对，很客气，客气。疫情加也秘方，应该是。好啦，请教我啦。哦，请教啊。知道我们系统，系统那时候去跟他一起拜访的时候，他坐下来，大家在讲的时候，就诚恳的让他说啊，好，我们把这个事情。请他加入国家会。好好好好好。中东海，中东海，中东海。谢谢。没有，没有。哈哈。这贵问疼啊。一分，一分的，哇，第一堂，第一堂，第一堂，啊，你这也有赖总统退货呗？没没没没没，然后赖总统说现在要吃第一堂，三分啦，一共三分糖，啊，那你再一分啦，一分哦，啊，来来，零块一分，那先零块一分的总控是什么？来，跟我说 ，AI 型，跟我说每天，哦哦，而且 AI 型和阿哥来，对对对，这个 AI 型不够啦，这是为什么这个火烧虾这个虾仁饭哦，然后要做这个，他一百年前他已经第四代了，对，这现在是老板。那他对这个火烧虾是说，当年台南很多这个火烧虾，那火烧虾也做成各式的美食，有虾卷的、花桂的，这个猫咪啦，有大米店馆迄块虾也嘛是火烧虾，啊，所以就是他不这么久，这么火烧虾快两足久，越来越少。对，台南跟那个澎湖啦。我刚才跟总厨说，哦，火烧虾原来是这只虾子的品种嘛？对，我叫是是灰烧。他会个烧？他问我虾怎么烧啊？火烧。这里怎么搞？我没有在做节目效果，我真的是以为用火烧它，所以它叫火烧虾。所以它的特色是，公总厨公就甜。哎。很鲜很鲜，很鲜很鲜，要试试看。这个应该是中东鸡的。而且我们的饭啊，哇，我们的饭是用虾壳、鱼骨头、洋葱、姜葱，先去熬那个汤，再来煮饭。你看，连煮一个饭都这高档。饭都一定要这样吗？对啊。你不然没菜。对啊，那放太有必要。对，那个对对对，没错。对啊，太有仪式感了。对对对。那个，你要讲那个。永刚姐。对，他跟我们讲完以后，把它炖炖，把它采集，因为一天要做一千份。是。哦。美工一包都来用做，然后他就很大方说：“我教你们怎么做。”嗯嗯嗯。教工就没那么尴尬。对啊。那些必要。对啊。去玩。为了国宴啊。他就贡献出来，是是吗？台南的，你要吃饭，饭好好吃。因为他们在那个店里面的饭也是这样煮吗？嗯，是是。哇，那店里的饭就这搞干的，就一直给它贡出来啊！你讲行啊行啊，哎呀，饭好吃了是安尼。那个黑林饭，你的饭会特别好吃，原来是有这样的。用虾用鱼熬那个汤，还有加点盐、洋葱。姜葱就是啊，就是白饭哎。对头，佮有八等以外吼，绝对的自信。我恁知嘛，马紧啦，对不对？我做的就是好食，还是有差别。像你吃那个饭不一样。对。然后我们就不断的模拟，对，学习。对对。或者比着，比着原味啊，你比较好嘛？对。你较好哦，哦，也是食好。讲我做咧，是。有讲。有一百分吗？就是完全复制。对，就是他会整个帮我们讲到很精准。他已经完全。谢谢。拆解啊，这个很重要。那我真的好好吃哦，饭好好吃哦。对我们女生不太吃淀粉的，都想把它吃光。吃光光的。它有搭配这个红萝卜，这也是台湾传统的这个。那你吃到那个虾是不是很鲜甜？不一样，应该是。也行啦，他可能配些配些汤啦吼，比较好。对呀，对。这本店又不一样，你讲你讲配鸭卵啦。哦，对。鸭卵汤。你讲啥？鸭蛋汤。你婆罗爱配鸭卵。嗯。还讲也是古早吼，你这种虾壳。嗯。你虾子剥了就虾壳。嗯。还有饲鸭的拢会来改，给你饲的鸭。哦。啊，饲的鸭料吼，因为拢。一物一物啦，对，阿根哦，拜个给他一杯啦。原来，哎，阿叔，你讲讲，我在门口边，我一奇怪，你啥？哎，你问我，你袂记拢袂啊？听说是这样。好像说会把那个蛋煎半熟，然后会把那个蛋黄包肉诶，嗯，阿毛煎诶，
它里面都有一些鸭蛋的油。好好吃哦，这样好吃。你看我快吃完了。不吃饭的人都想把它吃完。这个真的是我今天最期待的一道菜，因为它叫做和平套餐呢、啊。所以这个是非常在地啊，在地。包括这个搭配这个蒸奶，蒸奶哦，对，对哦，蒸奶。这个咀嚼控，对，这个也有口福了。茶的魔手，这个王总，他对这个做这个茶已经非常的这个专注跟执着，他对研发这一块，他做到非常的这个牛逼。李先生，你讲的那个手摇茶弄台哪？啊，真心人是五十岚啊，茶魔都是台南发起的哦，红太阳也是哈。我在台南是手摇饮的故乡，我要吃完了。不是手摇饮故乡，台南人就好做连锁店，我嘛想。最好做生意。啊，宝雅嘛是宝雅百货，小北百货，不用连锁，对，做起容易嘛。谢谢。台南人真厉害。很多，包括这个珍珠奶茶啦，很多，我们也去拜访过这个很多店家，那他们都很客气，就说，这个台南很多人可以去做这个事情，那个成功名誉在我，他就说推荐这个机会做，就是这个台南人哦，哇，乒乓，文化底蕴深厚，靠这个 cake。一般啦，讲你的面，甲人来国宴同食，一个嘛争相恐吼，对啊，迄个袂啉一个嘛讲我爱这款，对不对？对啊，迄个嘿，迄个广告呢，嘿，啊，叫个人，大家拢讲啊，你吹吧啦，天气还有比我们更好，哇，互相谦让，对，对不？对，要不然一般这就是台湾人可爱的地方，哎呀，特殊。买我云南嘛是安尼啦，我们先食冰激凌而已。冰激哦，一道菜叫做国际之光，这是最后的甜点了。对，它叫国际之光。这道菜是，对，你们是，这冰激不让好闻吗？你们是凤梨吗？它是这个果酱，它有果酱，几个水果的果酱。哦，一起拎台南得奖哎。哦，外面这样子就是雪糕，雪糕的感觉，然后吃下去是水果。你还在有那个冰沙？水果冰沙，那梅开四度的果酱，这些这个之所以卷尾家，对，这一道之所以是国际之光，就是好几道都是拿了台湾在国际上面拿到金牌的，好，这个鱼式巧克力也是在国际拿金牌，那个卷尾家在日本还有国际上面对拿了金牌大奖，卷尾家一个年轻人到台南来创业，对，因为地理不容易，对。厉害，也在我们旁边这边厂，安平这边。安平吧，对啊。对啊，我讲厉害，伊号迄个名，出版就是要去日本发展。要看日本的书，哈哈哈哈哈。不然就绕不了，这个冰棒也是你们特调出来的吗？他们是，他们帮我们特制，就是全伟家做。他也在我选区。我们吃完，他们在吃这个冰棒，觉得好。就很舒爽，真的解腻。然后搭配这个台湾水果，台湾水果是世界有名，那包括这个屏东的这个莲雾，这个莲雾很大颗，它是八爪莲雾，哦，这是莲雾。我这边是番外的故乡榜山。还有这个，还有播的是这几个了，好帅感，我是这样讲，没有一个地方我觉得水果特像台湾。真的。我们去世界很多的国家，他们早上早餐去吃把贝，跟他有很多的水果，就没有个国家水果比台湾好吃。所以我拿台湾人给咬过去，我都给他名悠悠了。因为我们都已经从小就在幸福的饱饱，对，最好吃的四季如春的嘛。因为你在现在可以跑对。这主要是我台湾，黄山啦，屏东啊，是啊，你知道没？因为他叫存，你们看多。你这块台南还没存。对。预警还没有出，还没秀呢。所以屏东了。屏东先出。屏东先出。这个时候是屏东先出的，但是我们还有搭配台南。关庙凤梨吗？关庙凤梨。哦。感谢全伟家，这边你看我家都这样。
你吃哦，足好食哦，足好食。哎呦，剩一个剩一个水啊！啊，好食啊！从咩水啊过来？那还有嘉义的这个极光哈密瓜，对，哇，就是这个最新，当这个当季时当季哦，时当令时当令哦，对。要先吃哪一个？其实有学问呢。真的吗？先从这个哈密瓜，哈密瓜，对对对对。对，你如果先吃，因为凤梨应该是压最后吃。是哦，我还顾不及来，嘿嘿。忘了，因为凤梨比较酸，比较甜。不用，芒果，你看这打不中正酸啊。嗯。芒果甜度啊，十三、十四、十、十六度。嗯。哎，我都不知道台湾嘉义有产哈密瓜。嘉义啊，极光翁章良很厉害。贵什么什么？还把哈密瓜，然后合作极光。嗯，从此以后好像一副就是跟日本一样那种极品。真的真的，现在就是台北的好野人，拢去啊顶大量的极光来赏人诶。我有去过那个极光哈密瓜的果园，嗯，参观。它一枝苗瓜苗，里面有长了三十个瓜，但是它把其他剪掉，只留一个。嗯，就让它养分最好。对对对，集中啊，集中啊。对，它是这样培。给它一个很梦幻的名字，极光。一个只能带两米。嗯。东山的，这买介绍。那个厉害的皮皮就知了。不然有啥？但是东山咖啡哦，梦想讲啊，台湾那是要是搞什么咖啡？东山咖啡这几年哦，诶，龙味行销也这样子，还越来越多了，就拿了品牌。嗯，东山不是鸭头。对，是啊，鸭头真的很好吃，就是诶，对。东咖啡。好不好？好，东山鸭头，不要不要只在乎这种云林古坑有咖啡啊，东山也有，台南东山，就是夜市卖的东山。哎，台南人很厉害哎，包山包海。开玩笑，我不要跟你讲头有头奖的，开当然做的。对啊，山上的、海里的、水里的，就是啊，真的冇带。树上的，这是台北。台北。哇，鱼翅总算吃到恁台北的啊！台北出一项啦，巧克力啊！对对对，那就是来自天龙果。我坦白讲，我那胖啊，我真的。就是用麻油，麻油跟巧克力。台湾那个鱼巧克力特别，它这次设计的，是为了国宴特别开发出来。对，这个年轻人蛮有创意的，对，他在世界上面拿这个巧克力金牌。这个真的是台湾之光哎！你要钱啦？贵咖啡啦！哦，黑芝麻，你知影哦？哦，巧克力是配咖啡，嗯，哦，啊，因为咖啡无糖，所以安尼。半热的一个。啊，无你食安尼上腻上油，味上淡，还配咖啡啊？啊，你有吃到麻油的味道吗？麻油加巧克力。他已经有提炼过，有那个提炼。是吗？那就好吃，那就好吃。哦，哎，很香了。啊，这是芝麻，对，它是元素啊，这个元素在里头。吃得了没有？才一小块。对，看他卖到这么大的。哈哈哈哈哈哈！有啥好非常脏的啊？非常脏。对对对对。你要吃到尾巴啊？哦，爱说得靠前。鱼尾是大师姐。所以说，你撩起来了啊！我们这个咱们该搞的，台南做好了，把这事情做好。台南人不止客气，也蛮那个，这是我们勤俭持家的，还把这个二楼国际厅跟湖光厅打掉，嗯，重新再盖，然后这个昨天才完工的，又为了国宴，真的是。那再来呢？就维持那么大的空间吗？哦。不计成本，对啊，而且是甘心。不计成本，就为了台湾就拼了，对，拼啊！当天会动员大概多少的工作人员？我们服务生就314个啊。那我们的自己的内部也有120多名，还有这个女兵的大概有128名，全部那个全馆大概包括外部的大概将近800人做服务。那还不算那个
那个国家其他的那些外围单位，当天在这边可能有3000多人在这边活动，而且当天会有蛮多的外宾，所以你们可能也会有一些要精通各国语言哦。对，就这个我们这边也，然后那个外交部啦，总统府那边会安排。好了，这蛮够干妈玩的。对，这次我们老板又为了这个也买了几艘游艇，第一艘在5月8号的时候有进来。哦，每个人载人去外口生。这是我们的饭店的特色。啊，第一家可以停游艇，有游艇码头的酒店。对对。就是说，你可以前面停车，后面停船。哇，真的真的。前面停车，后面停船。日本就是安尼，啊，你通坐船，通去去岸边无海安尼说。那个新人啊，办喜宴啊。哦，你结婚人家玩玩幸福嘞。直接就坐船进来。对啦，人家安尼甲船坐去外海，求婚就成功了。我大看了都想大眼上来。要不要？哈哈哈哈哈！外海的。哦、我第一次喝东山咖啡，好喝，好喝，不要忘记巧克力，好，哎、欸，李委员刚还没有跟我们讲你最喜欢台南的哪一个小吃，我最喜欢，我就最喜欢鳝鱼意面，然后还有蛙粿跟鱼羹，哦，好特别，鱼羹你开的这我做泼水鱼羹，嘿，泼水的白色的。啊，台北的同学拢讲，做成咧食迄个鼻鼻涕。台北怂这么最准的，也是泼水鱼羹赞。你听到吗？我最讨厌人家问我这个问题。啊，真的，因为什么都好吃，你很难抵出罪。对。巴士本满脱甲。哦，对，没有最爱啦，爱配鱼丸汤，啊，不过只要最很爱配鱼皮汤，应该说都是最爱。对，鱼豆啊，鱼豆都蛮佳，哦，茶鱼汤啊。大部分的人听到台南都会想到牛肉汤。啊，有，当然，那是我们的早餐。对。不过我认为，我你那边吃到啦，台南哦，因为这是新鲜的牛肉，它一天有4次啦，独宰4次啦，所以你24小时都可以吃得到。你也保鲜期，听说差不多6小时。嗯，啊、所以他微微那个半暝啊，微微泡茶，中到暗时，啊，一天24小时都可以吃到温体牛肉。嗯，这个我看在全世界也只有台南。嗯，没卖空就，对，很难哦，很难。刚好台南就是有这种的环境。入住我们饭店早餐就可以喝到牛肉汤，对，真的。嗯，那我们最后来。总结一下，你现在偷偷吃完了这个国宴8道菜，感想？我刚刚知道哈，台湾一定非常有面子，啊，很多而且啊，这氛围跟在台北办不一样，啊，因为蔡英文总统来办那么早啊，对，啊，第一个讲起来嘞哈，那里早，跟来到温暖阳光，啊，整个。跟我们环境不一样的台南，所以说国宴真是选择台南啊，人事实地都有不一样的体验。啊，那我们讲，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绝对啊，让台湾啊，让这个非常有面子。国宴，台湾，对，我也台南。那怡景委员呢？对啊，我就这是8道菜之后啊，真的是非常的满足。而且我看到这个小酒杯，那天应该还会有威士忌高粱。哎，对，他的眼睛从一开始进来就在扫射。没有啤酒杯，我们店员最喜欢喝台湾啤酒，金牌啤酒。对对对，那边还有台南的伴手礼。哦，是，五价各五量。那无论如何，我觉得真的是天时地利人和啊。就是说来台南，那特别是让国外的这个外宾来看到台南的温暖的阳光跟好吃的美食，然后也借机来台南观光，好像可以趁机来办旅游，认识台南这个美丽的城市，而且是台湾第一个城市，嘿，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其实有很多乡亲报名想要参加国宴，当然啦、啊，我这条卡咧把他们。因为啊。可是我说没有办法。你这样东西邀请是对，我们
那外交部要求。而且这些国宴，它主要就是宴请啊外国使节团啊各国来宾啊外国商。当然，啊，所以，一寡好朋友是无多来参加，可以未来会当来吃两国宴餐。以后，这套餐会留下，对，大家要来吃，对啊，那你一起来吃，哈哈哈哈哈哈，来吃，看得出来这个热情，对，两个委员今天来开箱国宴菜，非常的成功，然后呢，也欢迎现场朋友呢在520国宴之后呢，也亲自走一趟台南府城来体验一下这个所谓的国宴菜。好，我们今天开箱直播成功，谢谢大家，谢谢。